很可爱啊，我觉得可以。谢谢。没讲你。哇，你怎么开始会撒娇啊？撒娇？你呀、啊？这样算吗？撒娇？撒娇？你呀？有吗？对，它其实是圈圈的，那我要换，我要改变。先不管他。红圈圈，好，完美。哇、啊，我就完蛋了。就是要改变他。一分钟。怎么接一分钟？一分钟。嗯。啊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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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电话不要吵啊！喂。啊。抱歉。因为他会念号码。哇。啊，没有念号码，你也在叫。不是，这一种反射性动作了。太好笑了。对吼，可以放村民。我不接啊，家里没人了，就剩我，我就接一下好了。没有啊，家里说不定还有人啊，看不到而已。对。鬼對啊，法师吗？你看不到而已，见到。好恐怖。剩十秒啦，秋风哇，居然是秋风。尹嘉怡。对啊，就是圣秋风。等等等等，我再补一下下。不好意思，我们都会等秋风的巨作。什么巨？屁孩，说不定你家还有其他人啊。尹嘉一，我听到了。尹嘉一，好了，按下去，按下去，不盖了，不盖了。等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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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按按按按按。按按按按按，你们都假的，是不是？按下去，我们都全面支持你按。摸啊啊！这也太多突突了吧！丹丹，很可爱吧？好恐怖啊！你个，什么？我看得出来他们在干嘛，可是我说不出来他们在干嘛。不是，怎么题目还在？你怎么还在里面打字啊？哦，慢动，没这么累。要。哦，很难盖，你等下看到那个题目都比我的命还长，你就知道了。啊、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你讲什么我就不要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什么东西？哇！什么？秋风我看不懂哎。我知道这个是什麼。哦，看不懂是很正常的。哦，好。这个应该就是那个嘛。这个是。哦，我知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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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这样吧？什么东西？没看到。真贱。不会吧？耶、yeah! ！这里有人是互加盟吗？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没事没事。真的是好会干哦，是不是？看，我觉得超棒的，舒服舒服。这个应该不会被禁吧？哦，你为什么？可是这不是证件呢、啊？可是这个不是已经？你要把它证件化，你要把它证件化。我要只好好问问这个证件会想要这样做的人到底对。很危险的、哦，不可以拿他选上啊！是什么啊？应该就是这个了吧？不懂哎、欸，我要帮他加彩蛋了、啊。这个就是要证件呢、啊，要证件化是不是？哇！发挥你的想象力，超能力！家里都聊到了，我还要这样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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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好了，证件化了，证件化了，好不好？
杰克，我真的看不懂。哎、欸，嗯，你猜谁的、啊？哎、欸欸，哦，秋风的，欸這個、還偷偷暗示、欸。我跟你讲，那个看不懂，你看得懂，我才输给你，就随便猜吧。对啊。好，就这样。等我一下、啊，我看到瑶的题目，我还去查一下那个到底是什么、欸。哎，竟然还要 Google 有没有？太难啦！好啦。啊？为什么？啊？快一点！为什么？太多了！什么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？瑶，来啊！來啊不是姚出的、啊，姚出的、啊，不是统帅有主，国军兵种，耶、yeah. ，统帅斧头兵，原来是你起的头啊，不是是观众起的头，观众起的头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总司令总司令在这，总司令总司令，总司令两颗星星两颗星星，哎两颗星星总司哦红色斧头赞呐赞呐赞呐，拍个屁呀、啊、拍个屁还、啊、烂透了。欸、猜得到哎、欸，好猛啊！猜得到，你真的是盖得很棒。为什么我要在前面？总司令，总司令啊！我没听到什么。哦，白痴啊、哦！哇，我知道圈圈神叫，圈圈叫了啦！他说红色圈圈的哦。我盖的红色圈圈是什么啊？红色圈圈啊，红色圈圈没了。红色圈圈呢？这里圈圈呢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红色蛋蛋，也是红蛋蛋，红蛋蛋，可以，我们接受。哎、欸，明明就没有歪的。哎呦，哎、欸，我题目出，我题目出这么好，明明就没有歪的。滚，你就是红蛋蛋叫的你。红蛋蛋。被强迫歪头，没办法，后面是他变红了吗？被拦截了。哎、欸，这个他真的用那个哎、欸，养兔子的可以多一票投票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哦。对啊，养兔子的、哦，结果大家都歪了，大家都歪了，大家都歪了，哎、多一票哦。没有，我觉得没有多一票的感觉啊，这个咬的关系啊。那怎么看都是兔子可以投票啊。对啊，没有多一票的感觉啊。欸、这个是十二个。哎、欸，繁星有声音吗？没有、欸，有啊，兔子成年也可以投有、啊，有、啊、有、啊、有、啊。哎、欸，这个投票的，哎、欸，我认出来了，成年兔子可以投票。不是，我是不是盖很好？我是不是盖很好？我是盖。不是你没有，你没有盖出多一票投票权。你没有盖多一票，是养兔子的人多一票。你还是兔子多一票，对啊，变成是兔子要去投票啦。啊、欸，不是啊，哎、欸，我还真的数那个票有几张哎、欸。十二张太多了。没有养的人呢、啊？人呢、啊？人类呢？人类人呢？好了，少盖多一票，少盖人了，少盖人。哇塞！太可爱了吧！哇，咬着票然后投票，兔子成年要投票。哇塞，这个兔子好大好、哦，兔子跟我去投票。你在叫谁、啊？你在凶什么？你在叫谁啊？凶屁呀！阿不就还好，他今天没有来。你凶屁呀！我们要叫他们去投票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样，这超好了，好可爱哦！出来了，兔子跳死我！哇，而且你看这个箱子超级高，还有要跳上去哦。为什么连两个有哎？哎，不是所有的人员都变兔子？对，我是说投票的人优秀有没有？兔子公民政策，是哇塞，哎，这个宣导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所有兔子都在投票。哈哈哈！兔子要去投、啊，兔子都要去投、啊，我们要投，太难了啦！啊，巧克力口味，只要餐厅有提供甜点，你就必须要有巧克力口味。哇，我最恨就是那些影响人生自由吧？这个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要有。哎、欸，你去一个餐厅、欸，哇，美味的食物都吃完，就他送上来甜点。没有巧克力口味，烂透了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现在才看到墙上有字啊！好，完了，哇，罚金，罚金一万了，罚金一万了，好惨哦！哦哦哦哦
我少一行，我少一行，少一行。啊！看出来了。好强，有啊，马上就歪楼了，有没有？可以啊，马上歪楼。不是啊，我觉得我猜的方向是对的。没有，就是你可以有各式的甜点，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是巧克力口味。歪了歪了，好了，可以不提示了，好不好？哇！把我放到蛋糕里，哎，意思有到哎，意思有到哈，对不对？意思有到，只能吃错。他中间的是啥歪道？什么歪道啊？这是巧克力吗？我也觉得不错，这我也觉得不错，可以。好普通的证件哦，对啊。哇，狗屁！哇，这是什么？你在画画？请投巧克力蛋糕一票，全全叉叉吗？这个哦，蛋糕要有巧克力，巧克力不要，哎，看出来了，嗯，有这个很重要啊，哎，蛋糕还有偷吃一口的，哦，已经咬到，是有多饿？我可以吃掉一整个，饿屁呀！我天啊，哎，甭不准吃我的。做什么事？作息不正常，不正常的人有补助，因为这作息不正常哦。是哦，这月亮啊，凌晨三点还在玩玩闹，玩闹，我给你钱，大歪楼。OK， 你在睡觉的就没有东西，有在睡觉的有没有就有钱钱呢？所以就是凌晨三点没有睡觉的人就有钱拿。没有蟹堡，不作息不正常啊。要吃蟹堡，凌晨三点要吃蟹堡。不允许加班，减少。哇哇，这个真的好多了。哇，最后面歪死了。哎，这政策其实不错啊。完了，最后面整个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这个你看一下摇摇的东西啊，你们看一下，你们看一下。摇，这什么东西？很难盖，很难盖。从哪里开始的？为什么他裸体？郭老师，哎，不是啊，不允许加班啊，晚上他裸体，我找他裸体。干嘛？你盖的，你盖的，你看我就知道会这样啊！我就知道你盖楼体会出事。他就喜欢盖楼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以后 skin 就把那个衣服全部都弄掉。而且好像有人做过这样的事，不是吗？是啊，非九点以外的时间。要脱光光坐在椅子上。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。你还有内裤啊？你还有内裤啊？哎，九点要到了，九点了，可以脱了。九点了，都光。九点穿衣服。九点穿衣服，非九点要脱光光。对啊。好瘦。哎，就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什么德政？德政。全部都要哎。所以法师，你之前时间都到了，对不对？才没有哎。所以你是大概八点吧，跟八点。八点。你包很紧，包个屁呀、啊！作息不正常的人补助变成时间到了要裸体，就有人裸体了，爱裸体回来。谁呀、啊？莫名其妙啊，这个人。让实况组都一定能赚大钱。你是拿什么？你拿什么钱来给实况组？钱？那赚大钱原来在上面。发大财！发大财！发大财、欸！对啊，你应该打发大财啊。这是盖的，我有。政府全面补助人民当 YouTube。YouTube 想当 YouTube 吗？政府补助你，好像可以耶，丢钱丢钱，不是，赚了赚了赚了，哎，怎么了？懂了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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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大概懂，为什么后面你在盖这烂东西？哪会烂呢？这什么东西？哎，不是，哦，是凡心盖的，我以为是法师盖的，对不起。哎，看哇！不是，请看停。不是啊，这根本不 T series 好不好？你自己看那个标志，太直了。哪里像啊？对呀，真对哦，不像啊，真对哦，对啊，你们自己看的，不像，我就不像。有真的，你怎么猜都会猜 YouTube？ 看不出啊，你怎么猜我也猜 YouTube？ 六个人不懂你一个人，害我盖到快要吐。不是我刚才讲害人之心不可有，我应该是 T series 哦。对啊，这才是 T series 啊！哇，难懂的要死，我猜不出来，我当下猜不出来，这种算了。我觉得猜不出来才是正常的。真的，没看过也不知道怎么答。这怎么像的？这怎么证件啊？
太好笑了。你就转九十度盖也没差、啊，你又不是盖歪的。不要盖出去就好了，不要盖出去就好了。他怎样才是正的、啊？转180好不好？也可以。他怎样才是正的、啊？左边左边然后一个谱不是吗？打梯啊，变反了、啊。印章不是梯吧？不是有第三只脚。矿主的任何开支政府买。哇，这么爽！也太复杂了吧？太复杂了吧？而且买单真的好像、哦，一直很像、啊。六十矿主可以 ，YouTuber 不行。你就完蛋了。这两个真的太像了，而且他真的把所有人都为什么是浅浅打叉叉、啊？对啊，浅浅打叉叉就是政府不买单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他们不用，执控组不用花钱。啊政府买单在哪里？可是这样看起来像政府买单，对，好像不给钱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，就是实况了，实况的人不能拿钱，不给钱，哇，不能拿钱，不能。我回了，我控制要控制。难怪后面会歪成那样。哇哇！电脑烧起来！哇，电脑烧起来了！电脑使用过度都烧起来，有没有？然后就要给钱。哦不！啊！后面完蛋了！哎呦，就是这个啦，比我命还强的题目哎！钱花你，你还生气？对啊。不是，他电脑比我命还强。这个好长哦，超长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就说比我命还长，这题目会是在新生啊。可是你在干什么啦？又裸体了，裸体了，又裸体了。你说，不是、啊？你不要把你们两个平常的状况盖出来啊！这个叫钱，然后对钱还你，是不是？那你们为什么要你们两个裸体在那边互相交钱？钱给你，我们两个裸体。不要交换那种东西，交换金子，交换金子，一百分，一百分，太猛了。这都是他们平常的事情，太扯了，太扯了，我觉得太扯了。嗯，这是我牛挣不出，结婚亏死搞，亏死搞什么？真的是结婚很贵。办婚宴要由政府出钱，杰克，你的这个鼓励大家结婚。然后他们说要那个，你们说秋嫂的斗，秋嫂不是在你旁边吗？啊，贵死就结了，政府吧，政府帮你结。等下是政府的人结婚是不是？帮你，跟政府帮你啊，政府帮你结婚。这很像什么？我找到另一半，然后跟他结婚。对，政府说没关系，政府帮你，我帮你娶她。你找不到另一半的，政府会帮你。没有没有。政府红娘。哎，秋风，你刚刚不是说找不到另一半，政府会帮你？对啊对啊，这个就像这样子啊。单身去散，政府主动帮助单身族媒合，人人都能结婚，真的很标语。哎，这可以哎哎哎，屁孩屁孩，不要吵闹。这个政策可以，这个政策是有希望的。对啊，这个政策有希望，好像一个最合，这里面最合理的一个。可是最根本的问题没解决，就是想要结婚的人没有钱结婚。这是大家怎么？这是怎样？不是怎么合理？哎，你。不是你自己看他那个，他这边一排女的，然后又有男的。哎，你是歧视吗？他这个头是什么？有米？为什么有米菲？跟你讲，刚刚我有猜出来你想表达什么？刚刚本来都是米菲。哈哈，全部都是米菲啊！法师，不是我啦。不是啊，这同性婚姻啊，你看，已经合法啦，有什么好？早就合法啦。还有，好啦，啊，我就以为那个嘛，对啊。以为男不是因为一排女的里面就有一个男两个男的啊，两个男的，对啊，然后左边这排又全部都是男，对不对？我猜的方向很合理哦，所以我刚刚还是全部放米菲的头比较好就对了。还有米菲有什么事？还有米菲啊？我刚看头颅啊，头颅就有个米菲啊。没有不是巫师，哎，里面是死路哎，啊，单身凑不起来吗？里面是死路。哈哈，走不出去啊！法师非常的在意这一点哦，他非常在意这个此路不通，有没有？想这样了哦，两边都此路不通哎，被拒绝了。政策跳跳了，政策跳跳了，人类改造工厂，跳票了，跳票了。
太好笑了，进去之后改造什么？哦，吃兔子、哦！我要吃我的巧克力！吃掉，吃掉！我吃兔子了，是金子的交易，吃金子！哎呦，哦，红色骨头，巧克力你是有感冒吗？自己吃，你自己吃，巧克力，嘿、hey。你是有感冒吗？还是？哦，对啊，鼻子过敏。哦、我想说声音不太一样。早日康复。然后刚刚又吃了巧克力。哇！早日康复。啊，刚刚那个背景怎么调？哎、欸，他现在应该正常的吧？应该在这边调的吧？对啊，这个啦，刚刚变这个关。哎、欸，好了，我不能再盖裸体，我不能再误导大家了。你总算意识到了。你盖一次裸体就拆一次裸体，有没有？哈哈哈哈哈！直接影响到题目的内容。不是，是你们都往那个方向想，好不好？不是，你盖裸体，我们拆裸体有什么问题吗？对啊，对啊，盖什么拆什么，不就是建筑大赛的精神吗？对啊，往那个动作、啊，你盖裸体，我们拆穿有衣服，那才奇怪吧？往那个动作或事件嘛，身上不重要啊。所以你们交换精子吗？不要啊！你们交换精子嘛，对不对？那个事件嘛，可以，下一题了啦，下一题啊，不是要发车了吗？你们，嗯，剩半小时多了，你们想要发什么车啊？裸体的理由，这个好像之前就有过，有啊，记得有，对对对，不穿衣服的理由，对对对对，上次是这个，对，很久不久之前就有了，对我们有猜过，我在场。你在场，那个真的没穿衣服的也在场啊。那边穿衣服的理由，会冷，啊、不怕冷，不行啊，真的要导师的名字啊。我觉得大家盖出来都，你那个盖不出来吧？盖不出来，盖出来都是一个样子好吗？都盖出小黑人了，盖出来都是裸体的样子。哎、欸，对，太有力了，真不行。我擅长，我擅长。讲什么嘞？那个作者说经典地图好像有问题，都会是木头哎、欸。啊？哦，你说1.15对不对？哦、没有是，是对选蜜蜂、啊、他弄错了，还是什么之类的。所以反过来，你可以选其他的主题。对哦，好黄哦，好恶心哦。会不会等下都是密集恐惧啊？有一点。是还是晚上的？晚上感觉还不错、啊。好啊。这个晚上会不会很暗？嗯。这个否决权，否决权，那这个都用否决权。我爱吃塑胶巧克力了，塑胶大波路巧克力，你动这巧克力弄手嘎走了，大波路啊，大波路爆甜吗？哎、欸，我发现我越来越不会盖的原因是什么了？是什么？因为现在盖都是一个事件。哦、以前都是布局的，对，以前都是一个雕像或是一个建筑物就好了。哦，对耶，现在进化了。对，我盖出一个故事。哎，我们哎、欸，还要速度哦。喜欢什么类型的？哎、欸，你还没踩。导师类型。都是啊，类型都要喜欢，要发车就发起来嘛，对不对？你们真的很想发车哦。我 OK 啊，反正他一直在喜欢什么 style 的服装？服装哦，哦，好，喜欢什么风格的服装？对，这是什么意思哦？裸体，裸体也是穿搭。也可以，这不是你自己穿的有没有？还是你喜欢看别人的这个服装穿着？喜欢什么风格？学生啊，还是怎样啊？没什么特别的。你看法师否决你哦。不是、啊，我说就是法师没这困扰啊。一般穿是不是都是那几种？不是空姐、什么护士、学生。就是那几种，是不是盖出来又一样了？是不是？为什么你们的服装好奇怪哦？他们好奇怪哦。正常人都不会穿这样啊，他们好奇怪，他们在发车。正常人的服装
正常的服装。我觉得学生很正常的、啊。怎么选？应该对啊，学生很正常啊。哎，不正常。怎么讲？这边制服。像你现在穿成怎样的风？你讲得出来吗？运动风啊。颓废风啊。啊。裸体风。居家风。你是裸体风，我帮你讲。裸体风啊。午秋风。我差点被自己呛到。不要再发这种车了。好难想啊。好难想。对啊，自己随便一下了。怪力乱神，我刚刚看到怪力乱神，带有动作的人物，带有动作的人物，啊，这个不就是要发车的意思吗？我觉得你每个都可以发，好不好？我在前面再一个，你也可以发车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啦，没有。想象力也是可以啊，视线也是可以，视线一样可以发，发的也可以，修水管啊，或是修水管。我大学科目不能被当啊。